级汽车。旋风的特训。快看，今年的赛车冠军是卡特，他好厉害呀，竟然打败了旋风。看来我已经不是最快的赛车了，我真是太失败了。旋风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们去训练吧。我才不去呢，反正我也赢不了比赛。旋风，好好训练，下次一定能赢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决定不当赛车了。看来输掉比赛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们要帮他找回信心。旋风，现在有个任务，需要你立刻出动。什么任务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赛车旋风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神秘轮胎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这个训练场有点眼熟。嗨，你是我的教练吗？你好酷啊，快开始训练吧，我都等不及要成为一辆赛车了。你要当赛车，可是你的底盘不够硬，轮胎不耐磨，甚至连尾翼都没有。让我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的是发动机。动力也不足，你这样当不了赛车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当赛车。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耶！速度，速度，油门控制很重要。方向，方向，车轮旋转别摔跤。力量，力量，努力训练会提高。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敢面对迎接挑战。朝着目标继续向前，通过考验到终点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是新纪录。太棒了。我的轮胎破了。没关系，我把神秘轮胎送给你。哇，好酷呀，和你的一样。是啊，我们长得也很像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旋风。旋风。
我居然回到了小时候。原来我从小就不怕失败和困难。希望你能成为一辆优秀的赛车。旋风，加油！这次的冠军一定是我的。冲啊！八爪虫虫车。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好紧啊！成功！八爪虫虫车出发！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怎么了，妮娜？有一辆颜色很漂亮、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，讲重点。哦，它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出租车，妮娜！破茧赛车，旋风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冲冲，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！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！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！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弹弹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一张大网挡住了，向上跳一跳，轻松跳轮的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！转转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一起转圈圈，紧紧包围别想跑。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，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呵呵，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我也要变成这样。
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克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。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啊，冻住了。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！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！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失业的垃圾车，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奇怪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
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好臭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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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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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酷宝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，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够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咬破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积木围城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
危险，大家快跑！救命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麦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抓积木车跑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场变出来，长长手臂框框框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，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不想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，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，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佩勒虎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嗯，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
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砰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，最强一击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穿越迷雾。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杨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，我们迷路了。大家别急，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开心虎，追踪电话信号，确认他们的位置。嗯。找到了。哥哥，这次的任务要派谁去呢？既要熟悉路线，又要保证乘客们的安全。最适合的超级汽车就是公交车、巴士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豪华公交车、巴士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杨老师，这里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
你们快看，巴斯，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。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轰隆隆轰隆隆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轰隆隆，有大哥。轰隆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方飞呀。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，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。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？想办法想办法。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。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，终点终点马上到达。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巴斯。砰砰爆米花，哈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，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给我吧，准备战斗！砰砰砰砰砰！
常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，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，飞呀飞呀，消防车打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，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，放心，有我在呢，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个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，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想跑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，哈哈哈哈，花园大道，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，嘿嘿，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，好呀，哦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哇，小花，让闻闻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，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，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，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，我得想个好办法，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，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，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，妮娜，你快说重点啊。哦，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，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，大大的字眼喷，对着东东挖呀挖，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，大大轮子跳得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，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，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，加油，小偷被我困住，我也来帮忙，大大橙子
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逐出来。少了好多花呀，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愤怒的蜜蜂，哇，好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哦、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皮皮，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，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他们都送回家了。嗯，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